这条路就是新化老街，看这厝拢是迄种雕花早期的，对啊，日据时代时阵的建筑啊，这个是洋房啊吧，日式的洋房。那个它的门，它是一个小阳台。嗯。啊，地板个雕花雕的碎。你今个牛子就贵吧，看都新嘞。一间白色的一间吼。中年三间啊。系啊。加新嘞，啊边啊就较旧啊有啊。一块块的加装修过。啊，加白迄两间就较旧啊耶。暗黄色，看起来个干啊。另外这边较少景啦吼，系啊，有诶可能拆掉啊，像中央咧拆掉起了。哦，迄间起低银行啦。系啊。中央即个就起低银行啊。这边就较无特色，这边较好惊人看，这边可能是较无啊好惊啦，看伊顶块雕花都无同。对啊，这边几景啊，尔较无啊侪景啦，这边较侪景啦。爱遮拢开迄落。店门。系啊，拢卖物件呀，米店啦，啊这啥物豆油、大木酱、咖啡。新化老街咖啡，现炒。啊，要吃这间无？四十年老店，好，吃看卖啊。我叫有价钱，一张30，两张60，三张90。老爹。这间是上海老铁拳手工葱肉煎饼40年老店，好，那我来这人吃看卖，行。伊老街嘛无偌长啊，啊拢卖一挂食，也是拢有啦。假日看看也较侪人，平日是还好，就一条街啊，那尔。头前去东西因的迄落菜市啊市场，伊这市场敢有整修过，还是原底就安尼啊？应该门面有用过啦，应该搁用出来吧？边啊搁里多啊，无这条花用啊，像很像那个宾馆那有造型。房都在中间搞了。嗯。这条老街吃的物件嘛真多啊，看要吃啥拢嘛有。是啊、哦。这间有名。要吃毛这个话。安尼老街就结束啊！哦，这间厝我嘛足久啊。皇家水饺，哇，这就吃就无啊啦，就这边吃呢，行过。好，结束，拜拜。好，较近嘞。这拄啊买个啥物？什么鲜肉葱饼啊？鲜肉葱饼。嗯。哇，讲30年的老店哦，40年哦，从遮遐买，看起来袂歹食，佫烧的，我你目镜变乌啊呢哈，变色了，遮还哎呦，遮还袂歹食啊，真香啊，我拄仔食一嘴真香，哦，来看下内底料，有肉呢，袂歹食。你这三十块无贵啦，葱油饼嘛是要30块啊。
无肉袋30块啊。哦，好食啦。来，当买。系啊。好，结束。